我想对大家说，你们是划破黑暗的温暖阳光，你们是象征希望的点点曙光，你们是名为青春的篇章中最令我舍不得的那一页。那我们现在欢迎宜兰高中第73届毕业歌团队南科乐团带来我们今年的毕业歌。哎，都毕业了，怎么还是一直想到你？眷恋，
珍重，再见。